这个都是记的啊、哦！这使啊，世尊对大众说啊，对大众再次宣说法意，即以偈送形式说道：“比丘、比丘尼有怀增上慢，又婆塞我慢，又婆以不信，如是世众等，其数有五千，不自见其过，一切有缺漏。” 不喜其瑕疵，是小智已出；众中之糟康佛，未得故去。斯人先福德不堪说是法，此众无知业啊，唯有诸真实。舍利佛善听，诸佛所得法无量方便力，而为众生说，众生心所念。 种种所行道，若干诸欲性，先是三恶业，佛悉知是已，以诸缘譬喻，哈！以诸缘譬喻，言此方便利，令一切欢喜。或说修多罗，伽陀及本事本身未曾有，亦说于因缘譬喻，并。 起业优婆提舍经，好顿根乐小法，贪着于生死，于诸无量佛不行生妙道，众苦所恼乱，为是说涅盘，我设事方便令得入佛门，未未曾说汝等当成当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说说死未自故。 今正是其始，决定说大圣。我此九部法，随诸众生说。八大圣为本啊！啊，入大圣为本啊！是以故说《是经》啊！有佛子心静柔软一地根，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。为诸为此诸佛子说《是大圣经》。 我既如是人，来世成佛道，以身心念佛净持，啊修持境界故，此等闻得佛大喜充遍身，佛之比心行，故为说大圣。生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于一偈，皆成佛无疑。十方佛祖中。 唯有以圣法，好，接下来啊、哦，无二亦无三呢、啊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说佛智慧故，诸佛出于世，为此一事时，于恶则非真。忠于终终不以小圣嫉度于众生呢、啊，佛自住大圣，足其所得法，定慧立庄严。 以此度众生，自证无上道，大圣平等法。若以小圣化，乃至于一人，我则堕坚，堕坚贪呐、啊！此事为不可。若人信解佛如来不不欺狂，亦无贪忌意，诸断诸法中恶。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谓。我以言妙声。 光光照世，光明照世间，无量众所尊，唯说十相印。舍利弗当知，我本立誓愿，欲令一切众，如我等无异，如我喜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化一切众生，皆令入佛道。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，无智者错乱。 迷惑不受教，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。好、哦，未曾修善，那个修善本啊，就是那个那个什么，你那个没有去修那个什么，那个根本的善啊，哈、哦。坚着于五欲，痴爱故生恼，以诸欲因缘堕堕三恶道。 轮回六气中，背诵诸苦读受胎之为险，世世常增长，薄得少福人，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丑林。好、哦，那个邪见丑林知道了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那个邪之见有没有邪邪之见啊。好、哦，就是跟那个森林一样哦，密密麻麻哦，若有若无等啊。 一指指诸剑，具足六十二，身着身妙法，身硕不可舍，啊、呃，坚硕不可舍。我慢自今高，常取心不死，于千亿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。如是人难度，是故设利佛，我为设方便说诸。 净土道是之以涅盘，我虽说涅盘，亦是亦非真灭。诸法从本来常是即灭相。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我有方便力，闻是三圣法，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一圣道，今使诸大众皆应除疑惑。 诸佛与无一为一，无两胜。过去无数劫，无量灭度佛，百千万亿种，其数不可量。如是诸世间啊，诸世尊种种圆譬喻，无数方遍地演说诸法相，是诸世尊等皆说以圣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入于佛道。 好，那我们就停在这边，化无量众生哈，令入于佛道。我们就停在这里哈。好，这个啊，这这这个《火花经》啊，我们今天读这个方便品呢哈，大家大家只知道要知道，就是说，那个我们我们那个什么，从那个那个什么平等啊，接下来就是方便了哈。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，那么。 你要那个最主最主要，我们今天所读的最主要就是说，你你进入到方便的境界啊，哦，还没到进入这个方便以下的境界的众生呐、啊，那是没办法去去去去了解的哦，没办法去了解的，纵使活用用用那种那种千万般的那种比喻呀、啊，一样啊，没办法去活那个那个那个是了解，好、哦，这这。 这《法号经、啊》呐，大概都都讲这些哈、哦。最主要就是说那个大圣法哈、哦，我们讲说那个甚深微妙法啊，哦，甚至微妙法、啊、那个很多哈、哦，都是必须要用比喻的啦，哦，必须用比喻的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、哦，那么下次继续喽。